正所谓有氪金的东西一定比较香。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我们现在来到彰化了啦，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家餐厅就是雅典娜之宴。哦，它这家餐厅，它在彰化是一家非常非常有名的牛排店。只不过啊，自从上次哦，我们去了园林大排档之后，就有观众在底下叫我一定要来这边试试看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。那等一下，我们一起进去吃，看这家餐厅表现会是如何吧。Go！ 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走进来啊，你会发现说，这里面的装潢会让你有一种算是我们那个年代会有的情怀啊。然后今天这边的用餐方式啊，我看它菜单上都是写420，再加后面的数字啊，就代表我们今天的最低消费就是420的自助吧，然后再加上我们额外加点的排餐。但是说我们今天难得都来到彰化，我们当然就是点一个排餐来试一下吧。那您餐点要点些什么？我要一份沙朗牛排。好，那您的熟度要几分熟？五分熟。OK， 那这个我帮您整理一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我们在取餐的时候，我们的牛排就好了。那我们先从牛排吃起来吧。
我跟各位讲，这个牛排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台式牛排，而且它今天这个排餐的价位是自助吧，然后加80元的价位。只可惜啦，我是觉得我跟他点了5分熟，可是他送上的牛排已经是几乎全熟的状态，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种缺少肉汁的感觉啊。只不过它腌制的味道我是还蛮喜欢的啦。半熟的太阳蛋呢？只不过铁盘上面竟然有出现了几样生菜啊，我就觉得说它这种东西出现在铁盘上根本就是多余的嘛。排餐店上面放菜真的是大可不必啊，还有它这个黑胡椒酱我觉得是蛮够劲的，吃到现在它微微辣，辣到我现在是满身是汗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冷盘海鲜的部分呢，各位啊，它这个蛋菜吃起来是新鲜的呢，我是觉得它这个白虾吃起来是有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还吃得下吗？吃得下。我们的经理是建议我说，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招牌，就是双酱牛肉，因为你刚吃的那个纽西兰的那个沙拉是最基本的入门款，客人最常点的就是那个双酱牛肉，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双酱牛肉？不用啊。没关系啦，我们经理是建议说你试试看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东西，而且它这块肉就是美国牛，而且。我就觉得这个虾子沾了五味酱之后啊，五味酱味道它又盖掉它比较不妙的味道了。它这边竟然有翻一倍。原来这里面有加了 NC。而且它的泰式甜酱搭配生洋葱，最后用这个 NC 去做一个完美的结合，真的很棒。但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，这个小墨鱼吃起来竟然会比白虾表现还要好，这个反而是让我感觉到是有新鲜的滋味。它这个鱿鱼表现也不错呢。哦，哦吼吼，要帮你加蘑菇酱还是小酱？哎，请帮我加蘑菇酱。哇！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店家的招待了。各位啊，它这个才是真正的五分熟哎，切开后要有透红的感觉。它这个表现不会像是刚刚的沙朗一样，只是为了点它的低消而点的。
看着这个蛋黄还在流汁的感觉就是舒服啊。炎炎吃起来，这个炎炎搭配哦，它让我们吃到肉它原本的香气啊，而且经由微咸的口感，可以让我们对于它的味道是有放大的效果。只是不知道这种客金程度比较大的排餐啊，它的生菜会不会比较好吃啊？一点都不会。我们台菜吃起来，虽然说这鱼肉吃起来调味有那么一点重啊，只不过它这鱼的味道好鲜哦。它这应该是清蒸鱼啊。好了，我们第一轮的料理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来吃吧。哎，各位啊，我是没有想说他今天这边竟然会有竹蛤哎。那我们先喝看他这个鸡汤。刚刚他那锅汤里面有一大堆这个东西，没有想到他是香菇的梗哎，还蛮香的哎。来吧，鱼下巴吃起来啊！
来，我们再配一颗蒜头试试看呢。虽然说它今天的诸葛吃起来有一种微沙口感啊，可是它搭配这个入口即化蒜头一起送进口里，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舒服的啊。但我觉得有些人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这样的吃法呢。那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煮熟浓汤了。好，那我们去拿点甜点来吃吧。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吃完这轮甜点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它这里面放的是芦荟。它这个小蛋糕吃起来反而是有一种超市蛋糕的味道哦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，就到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外面的了。我们今天用餐，它基本消费就是420块，就随着你点的主餐去决定你总共的金额，再加10%的服务费，所以我们今天用餐的费用550元。尤其是今天是2022年的9月8号，可是说真的，今天它整场哦，它在中午热门的时刻，它可是做到半满呢。哎，听到这边，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在地人还蛮喜欢这间餐厅的？
正所谓有氪金的东西一定比较香，尤其今天我们的沙朗牛排80块，跟他所提供给我们加价300元的 SSR 牛排，那整个是完全不一样。但如果你问我今天来这边用餐，我会推荐要加价100元以下的选项，还是说300-400元的排餐呢？我是觉得说，这真的见仁见智啦。只不过啦，我应该会选择100元以下的内容吧。好了，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啊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